那么一次完整的宴饮仪式应该有多少节目啊？在前面我们讲过，宴饮由一个古老的乡饮酒礼发展到周代的礼乐，仪式非常繁琐。所以过去有一句话叫礼以主敬，典礼专门考验的是什么？考验恭恭敬敬的精神。礼繁琐，越繁琐越要考你有没有耐心，做的准确不准确。注意，这实际上是一种教化，是在提倡一种规则，也可以说提倡一种敬业精神。典礼我们不能因为它繁琐你就做事马大哈。注意，你在整个社会，在一次乡饮酒中，全乡的人们都来看这个乡饮酒礼，你马大哈似的，一看你没有教养。礼主敬，在当今的我们中国社会，敬是我们应该提倡的。这个敬不是说我要恭敬谁，我要崇拜谁，不是，敬你自己的业，敬你该做的事情，认认真真。这一点上，实际上当代人有些地方是明显的，明显的好像为别人做事。实际上，周代典礼最基本的仪式叫一献之礼。正好他有一首诗，就是见于《小雅户野篇》，这首诗应该是西周王朝已经不行了。这个作品很有可能是东迁了啊，不管他。这首诗实际上比较好的就是告诉了我们，典礼当中有这么几个仪式啊：翻翻户叶，采之烹之，君子有酒酌言尝之。尝之就是好酒，大家一起来品尝。有兔司首，刨之翻之，就是兔子头。注意，这个用兔头来招待人们，这个级别不高。有文献说这个级别是士啊，士。哎，因为它不高，所以怎么办呢？这个礼节最基本。君子有酒怎么样？酌言献之，这就是一献之礼的第一步。一献之礼第一步是什么呢？就是客人到了啊，乡饮酒礼实际上在前面有准备，谋宾，先把宾客选出来了。选出来以后就要借宾，要提前通知人家说，若干天以后我们要举行乡饮酒礼，您恭喜被选为主宾，或者选为借宾，或者次宾。注意告诉人家，当你接到了这种通知以后，注意啊，你不能说就应该是我，今天不是谦让我不够啊，不就是你。好了，这个通知就下了，下了以后就应该有准备了，没衣服赶紧坐下啊。古代人穿衣服，那个典礼的时候那个衣服一定不能马虎了啊，这个习惯一直到后来串亲戚都得弄点好衣服穿啊，现在不成问题，过去很成问题。接着你再等着，等着到了典礼要举行的前这么几天，有规定的啊，再通知你一次，这个时候就确定了，一定是你。所以到那天就开始盛装前往，主人在门口等着，就开始往里边让。这个让的时候，谁走在哪儿，人家让你怎么谦让，上台阶子应该怎么上，规矩就来了。所以礼主敬是什么意思？就在这个过程中看看你有没有教养，是不是一个社会人，懂不懂规矩，就开始了。宾怎么上的台阶怎么走，主上的台阶怎么走，第一步啊，接着就是什么献酒。这献酒不是说拿着酒杯了就给你，不是，主人先要到堂下把那个筐，盛酒器的筐拿出来以后，主人先要开始了，开始把这杯拿出来准备给你洗，到堂下要洗，因为堂下设一个台子，上面有清水。你作为客宾，注意，当主人给你洗的时候，你别大模大样，就应当应分。注意，赶紧站起来，要谦让，说我来洗吧，反正大致这种话。主人一听说你要替他洗，马上把这个杯放下来，跪下来，然后回拜，说还是我来次洗，反正大致如此。注意，弄完了以后，接着要洗这个杯。刚才一跪拜，不是手着了地了吗？然后要洗一洗手，再拿着那个杯下去，走到那个洗的那个台子那儿，注意，客人也就下来了，就是时时刻刻准备搭把手，准备把这个活计接过来，要有这样的姿态。就这个过程当中，老是在那跪，古人正跪不是跪，就是行礼就得坐下来，而所谓坐就是什么，就是要拜，就是要跪在地上，就是我们相当于今天跪在地上，要洗手几次，跪几次，拜几次，才能把这杯酒端给客人。宾接到这个酒以后。啊，
要饮了以后要告知，什么意思？这酒不错啊，这就是一献之礼。一献之礼，这个在大家去看看《周礼》仪礼的记载，你给他数一数，做了多少回，拜了多少回，你就知道是多么的繁琐了。但是就在这种仪式当中，看每个人的表现、每个人的动作、每个人的姿态，这样的话，实际上这种典礼它就在造就了乡民的那种文化上的统一性。怎么行为，什么样的脸色，怎么说话，说话的语气的轻重，都在这个典礼中培训。我们不是说赞成这种繁文缛节，我们在讲一种历史，这中华民族这种统一性，一个民族文化的统一性是怎么锻炼出来的，它有个根据。文化就是这种情形啊！你看人每一个民族它不同的表现，你像中国人啊，我们跟日本人、跟韩国人，我们长相是一样的，表情不一样，为什么？怎么培训出来的？它有一些文化上的来历啊，所以这是献。接着有兔死首，番之炙之，烧烤。古代有烧烤，我们在汉代那个就在汉代那个壁画上看到有人明显拿着羊肉串，就是串儿吃烤串啊，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这种啊，叫炙。君子有酒，哎，酌言。坐之坐，这是客人向主人回敬去啊，这是回敬，也是客人开始洗杯，这杯子用过了要洗。所以典礼他也提倡了一种价值，就是要讲卫生。另外提倡谦让，提倡谦让，提倡尊卑有序。每一次典礼都是在演出。注意，比较文雅的是在2000多年前《周礼》里边特别提倡了洁净之道啊，这是让我们觉得新鲜的。这个不讲卫生，邋邋遢遢啊，这实际上是一个民族没落的象征啊，不干净啊。这个是在当他一个文化有创造性的时候，人人自爱的时候，实际上包括着洁净讲卫生。所以你看这饭店办得好的都干净，马上要关门了啊，那个邋遢。接着注意，接着第三是君子有酒，酌言酬之，谁呢？主人再倒一杯酒，先自饮，然后劝客人饮，这就是酬啊，先自己饮了。然后劝接着来，实际上客人未必饮这个酒，客人要把这酒放下来，因为典礼要进入下一阶段了。这就是所谓的一献之礼。刚才我们说《周礼》里边说九献，九献就是要把这三步要重复九遍，重复九遍那可就麻烦了。你要知道，在倒一次酒的时候要跪起，跪起就是坐起要麻烦好久。所以我们看看有些文献，就是从早晨天麻麻亮开始典礼，诸侯相见的典礼，到了都是中午，太阳都偏西了，还没吃东西呢，老是倒一杯就喝了一会儿，在那跪呀、啊、起呀、啊、跪起，一会儿就消化了。他在这个典礼的时候有点小肉干给你吃，就是从早晨起来跟上班一样折腾到12点还没吃饭呢，一直在饮酒。我们看到文献里边有很多人身体就盯不住了，比如像子贡在一次参加典礼里边，他就做了个断言，他说这个人完了，这个人要完蛋，身体问题出状况了。他不像今天我们提前体检知道有自己有什么毛病，像古代那些贵族整天脑满肠肥的，到了40-50岁啊，胖的跟什么似的，如果再参加这种典礼他受不了，他整个相就出来了。像子贡看说这个人要完，孔子说乌鸦嘴，大致如此不让他说，结果没多久这个人就去世了。为什么？典礼，沉重的典礼考验身体，这就是什么一献之礼。当一献之礼结束了以后，你看胡成拱在《毛诗后笺》这本书是一部名著，《毛诗后笺》这是一个在学术上尊正玄的一个书啊。大家读这个古人的书，你要知道他干嘛的啊。你像马瑞辰《毛诗传鉴通释》，就是毛诗传和鉴他都去解决。像这个是专门给郑玄，跟郑玄在交往的啊，就是给郑玄当忠臣的啊。这个书他就说到了，引到了《左传》昭元年，就是昭公元年，赵孟俯护邺，穆叔欲之其一献，就是讲这个护邺这首诗就是一献之礼。这是引了一个《左传》，《左传》不是赋诗言志吗？赵孟是谁呀？赵孟就是那个赵氏孤儿，那个人长大了以后作为赵国的执政，
他到鲁国来，穆叔是谁？就是叔孙豹。这个鲁国不有个叔孙氏吗？叔孙豹是个外交工作者，这个人也风度很好，师叔很熟啊。然后穆就是要请他吃饭，那个礼仪怎么办呢？得多高的规格呀？哎，赵孟赋了一首诗《护业》，哦，穆叔就明白了，很简单的一线之礼就可以了啊。所以这个里边是啊，用的这个肉是用兔子啊，这个是胡成拱有这样一个说法，就是指这个诗是一线之礼啊，我们记住这个就行了。那么在乡饮酒礼当中，一线之礼结束了以后还要干什么呀？你不要以为一线之礼完了以后就可以坐下来吃饭了。宴饮的礼乐作为礼乐文明，它是对原始的那种部落会食的一种升华或者一种凡饰装饰的事。我们看乡饮酒礼，我们就举乡饮酒礼，当这个一线之礼结束了以后，注意开始歌唱。这个时候有公四人二色，相者二人皆左褐色，后手跨越内弦右手相。什么意思？这个时候当这个宴饮结束了以后，就是一线之礼结束了以后，马上乐工就来了。谁？瞎眼的四个人全是瞎子。瞎子其中有个人，俩人是弹瑟的伴奏员，俩人是唱的。注意这个时候就有什么，就有相者。什么叫相者呀？就是帮瞎子走路的，搀着。注意用左手喝着瑟，瑟不是有头有尾吗？头朝后。跨越什么意思？这个越就是这个琴呐、啊，琴往那啊，琴瑟往那一放，面上弹，后边不是音箱吗？那就是叫乐。这个就是左手拿着瑟，右手扶着人，那个瑟头朝后，弦朝外，那个器物的那个底儿就是那个音箱朝里啊，就是实际上这个很好理解，他不你这样的话，你要是弦朝里，你怎么弄啊？弦不就断了吗？啊，然后。这个乐正有人负责乐正的就开始立仪西街公入，是吧？注意下面我们不多说了，瞎子一人上了以后走到哪个位置呢？就是前堂后室，大堂外边，大堂前边是庭院，大堂后边是住屋，这叫堂和室，有一道墙隔着。堂上有两个台阶，有两个大明柱。我们说坐北朝南，东边那个台阶子以及那片地方叫坐街。坐一个耳朵旁，坐街啊，这个是主人位。西边那个柱子和西边那个什么那个台阶，注意这是宾位。宾上了以后就是靠西朝东，主人上了以后坐东朝西。那么那个这些色在哪儿？就是这四个瞎子艺人在哪儿呢？在这个西侧柱子前边那块地方，就是这个堂啊靠边的地方，在这个啊在这宾的这个位置靠前。跟下边注意堂下还有什么，堂下还有一些打击乐、吹奏乐、声磬甚至钟鼓都在下边。所以这个注意这就开始了，开始干嘛？唱啊，把这个瞎子搀到位置就乃将下去了，弓就开始歌了。先唱四名啊，鹿鸣四母惶惶者华。先唱三首诗。悠悠鹿鸣，食野之苹，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，吹笙鼓簧，陈筐是浆，人之好我，是我周行。接着四母睽睽啊，然后惶惶者华，注意就唱这个表示欢迎啊。接着足歌了以后，主人干嘛？主人要献功，主人一定要拿着酒给公敬酒。注意瞎子艺人地位并不高，但是在典礼过程当中他已经给你做了贡献，典礼的时候不能忽略人家，你不能因为地位高他活该，他是一个奴隶，没有这个事儿，一定要向他敬酒。所以这个时候公左侧一人拜，不兴受爵。注意左侧把那个侧放在身左边，有一个人就拜一拜，不用站起来，兴就是站起来受爵，因为他是瞎子哈。然后主人在坐街上拜，人家喝酒的时候得拜着，哎，请这个意思。然后见卜海使人相祭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上一些小肉干儿，像一些小肉干让他吃。注意在吃饭之前中国人有一个习惯，拿出一部分来表示祭祀，表示不忘祖先。他瞎子看不着，让人帮着他拿一拿这东西啊。
所以公饮不败，公就饮了，饮了以后接着往下还有很多仪式，我们不多说了。这个时候唱完这三首诗以后，升入堂下，吹笙的来了，在堂下就来了，庆南北面地，在南北面，在堂下啊，开始设庆了。实际上庆早摆好了，演奏人员进来了，所以典礼像不像演出啊？这个仪式下来的演员，不同的演员有不同的表现啊。这里边注意，又含着中国礼的一种活络的东西，就是每一个人，我哪怕是个瞎子艺人，我是姬庆的，都给我一个环节展示啊。所以有人说，一个典礼像一幅画，它不是表格，每一个线条都活，这幅画才好看。所以它是个机体主义，讲究的是一个整体的那种部分之间每个人发挥自己作用，而典礼要照顾到每一个人。瞎子唱完歌敬他杯酒表示感谢，不遗落每一个人，这就有点像画画，不像画图表。画画就是每一个颜色每一个线条不能出问题，出了问题这画就白了。接着就开始了，奏月南该白华画鼠，三首曲子。三首曲子现在你像在一会儿我们下面会看到有些诗里边说没诗了，实际上我们现在以礼时代就没有诗，它就是吹曲子，先吹三首。主人献于西街上一人拜，又开始献酒。接着注意下边就开始间歌了。什么叫间歌？堂上的乐工唱余丽，堂下的什么？堂下的笙就吹奏游庚。堂上歌南有嘉鱼，下边就是笙重秋，歌南山有台，笙游仪。唱完了，此起彼伏，唱一首吹一首，唱一首吹一首，间歌。这叫我们可以想见当年啊，这是文艺的典礼啊，文艺范儿。唱完了以后注意还有呢，和乐。和乐里边就要从周南里边有关雎、葛谭、卷耳，少南里边有雀巢、采凡、采萍，把这六首诗再唱了，公告于乐正曰：“正歌备。”唱完了，大家想想这唱了多少诗，多少首诗吧？啊！而且那个时候唱诗，我们总不能用 rap 的速度去唱吧？啊！所以唱唱唱，实际上这个时间就过去了，这就是典礼。为什么说到了中午还没吃到东西呢？啊！注意这些典礼。古老的这种部落会诗时代有没有这些歌唱我们不清楚，但是这些诗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像南有嘉鱼，包括像关雎这些诗，大概都是西周以后添上去，就是这就叫把一个旧的古礼翻新它，其中加了歌唱。那么这些歌唱什么，一会儿我们再研究。这场吃饭过去就是一个吃饭，大家是亲人。现在的吃饭注意在歌声当中把吃饭的意义交代给大家，把吃饭大家应该有的心情交代给大家。这就是什么，我们再简单的看看这些诗啊，这涉及到了那么多诗。刚才我们说小雅鹿鸣，我们刚才说悠悠鹿鸣，接着啊，宋排排周道委夷，岂不怀归王室迷谷，我心伤悲，写使臣的悲哀。接着惶惶者华，与彼元夕，深深征夫每怀秘籍，写那些征夫们在原野当中去为国家执行命令，这个诗我们还会讲。接着笙歌南该白华画鼠，注意这个金仪曲子也没了，诗也没了。尤其是这个仪，实际上我怀疑它是就是关于这个曲子原来有没有诗，这是有争议的。有人说是有丢了，有人说干脆在周代大概就不知道词是什么了，因为它总是在吹奏啊。像这些，接着余丽，这个我们看到了，余丽诗保存在今天诗经里边。像余丽于流，流就是一种网，有长沙，君子有酒止戒多啊，房里啊，言里，这都是指余代表丰饶。止且有汁，就是美肥美肥啊，就是肥美啊，甜脆，有就是多，赞美什么物产丰富，这是对生活的一种祝愿啊，总不能吃完这顿没下顿吧？啊，所以这个注意，为其多矣，为其佳。你说物不单多还好，物不单香甜，而且还具备；物不单是多，还合时宜啊。你像今天啊，我们该吃香椿了，就有香椿啊；该吃什么鱼钱了，就有鱼钱，合时啊。这鱼又是在海边上，今天过这个鱼
当时使者善也，但实际上这有时令的意思，就是赞美。接着就开始兼歌游耕，游耕完了以后，南有家鱼，说南方有鱼啊，这鱼是扑啦扑啦照照然，就写那个鱼尾巴摆动。君子有酒，嘉宾试宴以乐啊，是写嘉宾来了，然后写南有家鱼，南有家鱼。实际上这种诗很空洞，我们看这个诗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为宴会配置的歌词，就是为宴会配置的歌词啊。所以这个像重秋，像南山有台北山有来，南山有台北山有来，乐至君子邦家之基，乐至君子万寿无期，非常空洞。但是这个歌注意它的角度，是从乐工角度唱的，南山有什么北山有什么，正好对应的是宴会上主和宾，你们是君子，你们是邦家的基础啊，这是从乐工角度发出的赞美啊，也可以说代表民众这个视角。还有游移啊，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什么一次宴饮，周代经过礼乐改造的一次宴饮，保存在仪礼当中，一个宴饮大致规模很繁琐，当然也诗情画意，是礼乐。所以在《诗经》里边，宴饮题材的诗竟占了17首，这是我粗浅的统计啊，你们可以再去什么，再去统计统计，因为每一首诗有的时候有些诗是不是宴饮诗，这个认定上可能有偏差。我认定的就是17首，明显的是《诗经》题材的大宗货。为什么啊？因为它啊，这些诗啊，看这些，我们跟大家讲的，为什么它是一个大宗？注意，它和周代社会的基本结构，周代社会所特有的上下关系有关系啊，跟社会的上下关联有关系。这些内容也就是我们下一讲要跟大家重点剖析的内容。好，这节课就上这么多，谢谢。好的。